打的都是没转的呢，先生。飞雪上转的，他没有啦。有，他字是绿色的。吗？真的，我有加他好友。好吧。哪有 Kiss 也转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没有 Kiss 没有转。Kiss 就没有，你怎么会说他转？我确定他没转。有啦，法师的命中很高。啊，那是在袭击对吧？我忘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好，谢谢。你要来了，我原本想说我再挂一下。保重一下，我没有，我还没到。对啦，正常。哦，正常啊，因为通常基本上他不会开，除非说蜜桃叫他开。好啦，是不是我太漂亮了？不哦。好，够了够了，可以了。你也知道、哦。好，可以的。好啊，史林，到时候打影王就靠你 carry 啦。carry 是什么？哦，辅助啊。carry， 可以说，我讲一下该怎么用这个词来讲给你听。有没有第一次听到这个单字？不是啊，就是以 low 的意思来讲的，叫做给力。哦，那是不是我太漂亮了？啊？没事。哇，给我讲清楚哦。我要接头发。前面转移话题就说。好了，可以的。靠，你小吧，他很真是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今天才十五组，可恶！二十几组啦，跟你讲，那十组，一天挂了应该就可以一组了吧？有可以，没有，应该说如果是讲挂网的话呢，一天要打个五组都不是问题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、进去了。完全没发现。我、哦、晚上还要，晚上、哦、我不知道第七会不会来抢。哎、欸，我有疑问呢、欸，转身后的讨伐钱有比较多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变多。哦，胡子才进才二十几个，赚两千多，现在努力。哦，我不要换光速好了。只能上。我要去打水晶。我靠，你们两个跑那么快？我哪里跑很快？是你啦！好。哦，蜜糖，你上了，你慢了一点啦、啊。想找你打副本那么难约，真是哦，受不了你。确定是蜜糖吗？确定了，我看到他名字了啦，我已经打开他声，因为我听到吼一声。哦，裸奔男吼！他听到没有？因为他一上下马上吼，他怎么吼就没声音了？对啊，被你吓到，他被你吓到了。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好了，可以的。要回去就好。讲话不清楚，他表示还没睡饱。干嘛？昨天晚上在干嘛？没有，他昨天比我还早睡呢。真是哦。我觉得死灵的战套真的很好，不用穿皮就跑速、啊。现在闪躲目前已经符合基本门槛了，所以怪打我是打不到，啊、还是有一点点。奇怪，死灵的战套我加跑速，按摩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死灵有加？你说什么没有？我说死灵战套我加跑速，按摩导的没有。魔导为什么会加？我不知道，我此前有加30%跑速的。
啊，可恶的丑女王。我很讨厌二王，每次帮我进。没事啊，我刚进了一失败，真是。哦，技能又失败，烦！小猫跳，我后也跳不了。对，要怎么停住？哦，小鸡呀、啊，我点自动跑了，就他开个技能，害我停住了。不然是不是我？是哦，你看这只蚯蚓王真的是好人慢。A 罩杯，这人他胸部超小。好像有。那只王打了好像几下就死掉，然后第二只比较短扣的那一只，打好久。好、哦，第二只是长条形，是第一只大只。哎、欸，死灵怎么不跑了？啊，我等下，我正在跑啊。我看盯住欸。没有，那是 BUG 吧？什么？我已经跑到了、欸。我看你在我后面啊，我只看到小鸡。我在这边、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欸，你是瞬移级欸。我没有，我刚看你开藤慢。我刚看你开藤慢。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也是又看到别人的卡在那里，就不是。啊，对啊，对。这是蜜糖吗？对，蜜糖跟我姐讲话。那你现在还没睡醒？废话，那刚睡醒，搞不好是因为我们找无极，然后我们直接去把蜜糖挖起床。好多找包，我不是蜜糖，不然嘞？怎么好像是哎、欸？哎、欸、呀，大家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无极会开蜜糖的那个呢？他的笔尖直接登出就好了，把他哦。我的疑问不是、啊，因为你不是又开你自己的 啊？我想说你开蜜糖那个名字上了、啊，为什么无极的 ID 比较正常？我感觉蜜糖就是一个名声的 ID。完了，哎、欸、啊，无敌了，对，就是玩无敌了，很快、欸，啊，快点，天主你那边花屁耶、欸，快点走，不用跑啦。跑也没用啊！一到时候一定还是有人要死啦。那就好啦。哎呀，这藤蔓，哎，这藤蔓，复活一下。哦。复活，然后他复活，然后他趴掉。没有复活到。没有，你先他按你复活以后，你先不要马上按复活，你等全部死掉，你再按解受就好。好啦，全部过来躺一躺了啦，死灵，尤其是你哦、喔，不要跑、喔。是我。哦，他那个尾巴真的很像蚯蚓。靠，要冰霜之空他的闪躲。好了好了，搞定。我要死了。小鸡嘞，一起来躺着死吧。哦，所以你又没打完哦？没有被波及到就应该可以了。啊，除非你等下爬过来，我马上脱妆。没有这样，有我脱妆，我脱妆。有啦，小鸡你也有。那你先跑过来，你先跑过来再死。可是他也动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被冰死太远。他这样死太远，这样死太远。今天怎么那么早上？阿蜜还在睡、喔。他不来玩无尽。哦，无尽。哎、欸，小弟弟起来了。把我起床。为什么我觉得无极的 ID 比较正常？你意思是说那个 ID 异常不正常吗？
哈哈哈哈。